这里吗？我现在就去救你。你们两个都被我关进了迷宫里，自身难保，还想着救别人。怎么会有这么多个胡小爱？我都数不过来了。这都是为了防止你们逃跑的分身。可恶的胡小爱，我现在就来收拾你。二妹小心，看招。看来胡小爱也并不可怕嘛。奇怪，我头上的数字为什么变成三了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你打败了数字一的胡小爱，然后你加上了胡小爱的一。那琪琪，你管上吧，你是数字二，比胡小爱的数字一大，可以赢过胡小爱的。好，我也前进。那就保持着这股气势，一路冲出去吧。可是妙妙，接下来的胡小爱和我们一样都是数字三，我们能战胜和我们数字一样的敌人吗？当然不能了，只要你们数字没我大，那么就是我赢。可恶的胡小爱，我身旁有个宝箱，让我看看里面装了什么好东西。是武器道具，那我装备上。妙妙，你现在数字是五了，可是我这边没有宝箱，我是不是出不去了？琪琪别怕，我现在就来救你。谢谢你来救我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小意思啦，我们是朋友嘛。可恶，我的分身居然没能拦住你们。不过我可没有我的分身这么好对付。糟糕了，胡小爱头上是数字十五，比我的数字还大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虽然我只是数字三，但是我们一起的话就是数字十七，比胡小爱的十五还要大。就是，我们现在就让胡小爱见识见识我们团结的力量。头上的数字消失了，我们是不是已经逃出来了？想得美，你们还没破解大门的密码呢，现在只剩下一分钟了，如果你们解不开密码的话，就要永远留在这里了。可恶的胡小爱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。妙妙，现在当务之急还是破解密码，我差点都忘了，让我看看，1234加4321等于几。我的天哪，这一分钟怎么可能算得完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答案吗？我知道了，答案是5555。你可不要乱说，只有一次答题机会哦。我确定就是5555，虽然是四位数运算，但是我们可以分开运算千位、百位、十位、个位上的数字。1+4=5，2+3=5，3+2=5，4+1=5，结果就是5555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走出迷宫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平时也喜欢走迷宫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